第三，港台是一個用公帑營運的公營電台，他們不需要你的收視率，亦不需要你的製作費，更加他沒有廣告的收益，不夠錢就上來立法會，因為立法會是提款機嘛，喂，我拍開喎，你唔俾錢我爛尾喎，咁你咁我哋啊真係最後都係橡皮圖章咁樣啦，撳啲錢俾佢嘅。而且如果佢咁嘅營運方法同而家營運緊嘅電台，或者係進入場嘅另外嘅兩個商營電台，係造成一個不公平嘅競爭情況，所以我希望政府三思而行，收回有關決定。